不错，他们歌也很好听，算是实力派了。前面的人全部都在赞，连就 SH 他们在我们坐下来让我们休息，真的很感动。那时候是很多人，然后很挤啊，然后他们有分配风扇在舞台的前面对左右，那就我们热不热这样子啊，然后就会经常说就是人拿风扇给我吹吹，就让我们消暑这样，怕我们太热。他们会很关心歌迷朋友们，像他会叫我们说不要翘课啊，不要就在外面 say 我们奶这样，就是只要准时到他们的参加他们的活动，准时去这些就可以了。人眼看就快要不是我的了，那段感觉真的想悄悄爱你，快乐又孤单，怎么办？爱却不能嫁，你真讨厌，不会把我怎么？自己的身体，不要累坏自己哦。来，无论他们做什么，我都愿意支持他们的。